各位三弟兄，金刚经现在讲到经文在第42页，一开始啊，释菩提尊者请问佛，讲发菩提心修菩萨道的人，因缘何处，缘何降伏其心，一个问题。佛的答复就讲话，对于初心方面，应当把心啊按出差广泰心、体心、上心、不颠倒心，按出差两个细心哈。至于按我们的降伏妄想心、降伏其心方面啊，佛就答复讲话，因无所处行于布施，以无处行六土来对此一个凡夫初学菩萨无明烦恼的妄想心，该为全部经文的主要的根本，就是因缘何处，缘何降伏其心的主要问题啊，读在这两段经文上已经说清楚了。但是把这么你啊去其沉恶不容易体会，因此之故呢，你们请到天亲菩萨出个论啊，就要谈你是七年来解释后文啊，讲众生初学菩萨道，谈了上面的开头以后啊，他有真多地方为神奇的个你们，所以因此反反复复啊，前后啊，把这个泥团啊，我得解释清楚。所以因此是要团你说请你解释。第一次的你们，就是因为佛给答复修因呐，要修无相的因，就是因无所出，无出就是修无相因不出上啊。因成贪果呢？就是有30以上的有相的果，修无相缘真有相果，好像是因果不相匹，所以提议给你们啊，问我跟两班人修因修无相，它是果体，确实有30以上的神相呢，就讲怕内心方有按你的福你福才内心方没讲出来，我有按你的你们。所以师尊就提出来问释菩提，讲可以神相见以来否？啊，释菩提唐道马上就了解讲，啊，你不应该是用有相来见啊，所以讲不可以神相得见以来啊，乃至讲凡所有相皆是希望，那个就是显示讲话无相因得无相果，果发生也是无相。那因化神的30以上啊，那是土神的方便，不是究竟的目标，所以无相因无相果啊。那么按说起来因果皆存嘛，所以听一他释菩提就反映讲，家的安存的脱离啊，等到将来后500岁的时间，一般众神谈到啊，唔地位神去信什么啊，就能神是信否？其他的你们，这就是不会复你明言讲出来啊，真是把内心的疑团呢提出来向佛请问，所以佛给答复讲，你不可以按你讲啊，将来后500世上下还有真多众生呢，能持戒，能修福，有智慧，他就对这个因尘果尘的脱离的把这么你啊，他能够领略，能够体会。因为两头另一类的众生啊，是对于无量诸佛说已经中过三经了，所以让人家两会两个脱离。前面呢、就讲到一大一扎法上因沙光回法，说明听一堂跟你们的脱离啊，讲清楚了。现在接下去从T42页开始，就是要说明这个解释T3堂的你们啊。T3堂的你们呢、你看呢，你要看书了哈，看书本。T42页一开头啊，T42页个一开头就
一个主界行上面讲，天生二运，生实不可以相见佛，佛会有为，绝不堪有所得，有所说，何以而来得菩提而说法也？也提出天三通的疑问啊，那个天三通的疑问啊，就是对于那个前面所讲的道理啊，既然是无得无说啊，佛也不可以相见啊，所以天三通的疑问讲，人就是讲啊，讲上面既然讲他说就是讲啦啊，既然不可以有相见佛。凡所有相即是希望，既然不可以有相见佛，所以说不可以相见佛、既然不能以有相见佛，那应当而地真道究竟佛果啊，是无为法，所以佛会有为啊，因为这个会就说不是佛啊，不是有为法，既然不是有为法，跟我们又有所得呢，有为法将有所得，无为法用的行讲有所得呢，所以说绝不合有所得。下面这个有所说又要把前面的不合两者是连起来，应当是看作绝不合有所得，一不合有所说，也不合有所说、你看这个文字简略、这样你看起来不是无相真果应当是无所得，他既然无所得就不该有所得了，跟我们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神托，他就有所得吗？有说法都金刚经的世界最大限度也说法两三十年了，他又有所说，转法轮就会有所说了，他既然无得无说，我们也会有所得有所说所以说何以而来得菩提而说法也？何以是疑问词，真说明一个疑问，让本讲跟你是假冒你佛在菩提树下得菩提，神求真果得无上菩提神佛以后转法轮通悟必修，乃至说法都现在几十年了呀，时时都在说法，那是有所得又有所说啦。本来应该爱无所得无所说，可是现在样板又变成有所得有所说，也个脱离二样板讲呢，也个你们呢，是菩提没讲出来，福在这个内心吗？没讲出来，你按照福在内心，可能有两种你们没讲出来。佛以他心同观察，第一是菩提，在其他的堂中可能会生起两种疑问，所以按照奉疑，将把这个奉疑佛亲自的给提出来问，提出来解释，解释按照解释给提神团的奉疑，所以经文该解释讲，可能是菩提，以意云何？而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这个也是一托真言的也，就是疑问词也，不像人主要都说比如说太比说那么好了他那托了用一个 A 都心脏 A 起来不会按的托言不用强势的不是 A 两位这个也是是疑问词不会人主托着牙摩托 A 托牙而来的我要多了什么三菩提牙你们是黑魔那个意思而来有所说法牙是你们是也就是佛提出的内心所福给你们师父的唐阿多马上答复，也就是前面提的银行的解释解释的文章讲人力纳神一不偏转，使菩提一堂道佛的文化
马上就体会到了解。所以此菩提言，世尊，以我解佛所说你，你看这两句话就对的讲话，释菩提已经了解佛的意思了，前面的疑团已经消失了，所以就爱解释了解佛所讲的脱离的意义，无有听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对修对这个啊神修有有的个果，已经明白唔系有的啊。一无有天法而来可说，虽然有说，但亦无说啊。所以也无有天法而来可说，何以故？要问讲呢？而来所说法吧，解不可知，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咋好？一切现身，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也是经文。啊，下面的解释哈，可能注解啊，顺从注解来解释啊，先从注解求了解。此谈无相缘何得说你呀？啊。第二一团经文的意思，团处释菩提等的意妙，讲既然是真无相果，佛果是无相，无形无相的无为果，既然得无为果，让本有所得，让本有所说你，所以讲你就团处啊，真无相果，让本会有所得。缘何的疑问词，让本不有所得说，也就是说缘何说，让本不有所说，既然无相过，让本有所得，让本有所说，两种的疑问啊，秋菜两一团经文行啊，已经解释清楚了，所以说解释这个缘何得说你啊，经文有两团啊，两条多音的经文啊，第一团，第一团啊，先问答团你，也为第一团，先提出疑问来做答复，来解释一个疑问，是问答团你。此高量显身，后面一团经文比较也个受有为的福德，老那个。无为的无相的把这没有你的功德，那一种还属身是高量显身，后面的经文有一段就是高量显身，这经文在后面哈，你要先解释这个问答心意哈，先解释这一段文，所以经初谈你经历哈，先讲第一段初就是前面的先啊，现在先来团处这个疑问啊，这个心中的风疑啊，先来解释。佛问：以你一种将为以来以菩提树下的菩提呀？佛问讲：释菩提，以一种啊，以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解释讲吧。佛的意思问释菩提讲。在你的心意，你是哈，故事的你呀、啊，你我的你，都是用的这你，三点水做成五十个你，故事的你我的你，全部用的这，现在起影片的你哈，就后来张普遍用啊，虽然有两个事，从前没用的这事，以前。在故事的问题哈，凡是讲你我跟你都是用三点水做，嗯，是个你啊，就你我跟你。讲以你释菩提的意种，你的心意哈，你是不是因为讲话而来，像是假冒你佛，在菩提树下得到无上菩提呢？也疑问词啊，疑问词。讲起唔系将时间问你佛，你在菩提树下，在十二月初半日，亚度明神突然悟道，神就真觉，
得到无上菩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得菩提就是经文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解释上讲了啊，凡尘中观法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的果位。讲该讲是你是讲门的佛案呢啊，讲是讲佛案呢，在菩提树下正觉啊，是不是在菩提树下真有所得？得到无上菩提的果位吗？阿弥们啊，有将会以来以前后诸会有所说法也，会说法的啊会场说法的法会。还有一点，你们讲，你是不是认为将会两杂事哈？用土话解释就讲，你是不是认为？你心讲是唔系安尼想，你系唔系安尼认为啊？你系唔系认为讲话而来，像是假冒念佛，神托以后，神求真道以后啊，前金刚经以前，后金刚经以后，要以后一直都是假冒念佛，八十四年咩？前后说法嘛，四十九年。参见三百余会，你也是爱人现在分别以后的话，当时正在讲金刚经的时节，最大汉徒释迦佛成佛以后啊，也说法了最大汉徒有一两三十年，因为平常都认为讲释迦世尊啊，才三十岁成佛啊，那么平常习惯讲话。方言三最初三千年，我含十一方等班，那么多方等时也就说法了二十年了。二十一年把这谈，把这发挥的时间最长。二十一年中唔地多奈下张讲金刚经，在中论其中来讲好咧。二十一年家庭讲佛神托后，说把这有十年后张讲金刚经好啦。家庭讲。那前面多房的二十年把这份二十一年可能起重点来讲，起十年最大汉都释迦世尊讲金刚经的时间呢，可能也怕会有六十岁以上了，释迦世尊六十岁以上了，那么在你前面说法就有最大汉都有三十年以上的时间，为此前会前面已经说过的说法的时间有两三十年，以后还要继续说了。那正在讲金刚经的时间啊，到底还要讲几多年？在当时正在讲金刚经的时间还不得低，大家还不得低啊。那么前面两三十年来的说法，将来后以后的发挥还是继续要说法。那你像是假释尊神佛以后按你前后说法按多啊，有神托有说法，你还没读书是差呢，但还没就显身真正有所得得佛果，真正有所说说法转法轮，你还没实施呢呀，你们是空山即两起义，记得哈，空山就是释菩提哈，释菩提尊者谈了佛的门法啊，一门就两略了，抵得佛的意思，这心根心度方的疑团啊就已经消失了，同时当下就两略了佛所说法的意义啊，明白几个意思，就是前面该解释讲朗利纳神啊一八偏转。前面讲后面的文字就以此为例可以抵得，你看看替他你们的解释上都有。你看真是释菩提啊，是朗利的那神本佛一提起来哈，马上就了解。所以释菩提的答复讲答愿答复讲世人皆为以来有所得有所说。你看也应当看作世人皆为以来有所得皆为以来有所说，世人世间人世间一般人谈到佛说法，总认为讲释迦牟尼佛神佛
神就不够有所得啊，神父以后说法途中说法有所说，念人有得的神父，念人有所的说法啊，一般人都会按人认为。但是呢，西部提及已经明白了，他已经了解了，所以我给父所说你这不然。咒爱也意思看作咒是解释啊，咒爱使菩提了解父所说法的意义，本释迦世尊按了一问，我马上明白了，没按呢，这不然啊，这是转意思，不然讲没按呢，没有所得。唔系有所说，啊，咩啊呢？佢啲人咩啊呢？信仰嘅解释呢？佢必有法名菩提而后得，那必定呢先有一个法，故听按照无上菩提嘅名目，有按呢故听啊一个无上菩提嘅名目，佢将有何得？所以说以我这幅所说你无有天法名我要堕落什么三菩提。说无上真正真觉的佛果应当要有固定按你的法的名目。这样有何得现在呢爱所了解的并不是按你今无天师之法。这叫天师哈。你看诸葛哈，给下面改叫十思，就是说哦有十法，十十猜猜有一个无上菩提，比如说两位有样东西本来呢爱得多了，给啥我都得，并无十猜一听的法啊，所以这个听是看作十十猜的意思啊，既然无十猜有一个无上菩提的法，顺猜出来会本来得啊。所以无有天法不是一个无一天哈，金刚经的文字许多不能叫普通文字解释，你说天师你拿来看作无一天啊，会发生错误，不是很多无一天啊，一个无有天法哈，就无有天师之法，没有有一天实在按你的法啊，也就是说并无实在有按你的东西损差啊啊，所以无有天师之法，这既然无有一天师猜该按那个无上菩提的法，顺在手里边讲何所得呀？该那有没该何所得呢？那有没该何得呢？无是猜该法顺在，该那有没该何得？所以讲，那么该了本己所得，那么该了本己按照无上菩提可以得。啊，无按你的实体吗？所以讲，佛神托唔系真正有所得啊，而每日每一件东西，每一件物品，又唔系乜有所得呢？所以佛众人神修真觉无所得，一个道理一层啊，啊，千千一两非常地张地的啊，可见菩提树下乃是随机发现。非法神真佛呀，即是讲，按你可以抵得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哈，寻求真觉，其实菩提树下方寻求真觉的事情呐、啊，那只是随众生可以突发的机缘，因发施现在人间，念人一个身体，除了为行神托说法。讲神修真觉并没指法身真佛啦，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因法身，出现在2000多年前刚神才因突修行神佛，在菩提树下神修真觉的佛啦，是因神佛、因法身啊，不是法身佛，所证的法身啊，无形无相，一个道理在前面已经讲的，法身无形无相啊，
所以现在你看到个应神父啊，那只是在为了突发众神的敌人天靠方便引发实现个神迹的事，不是发生政府，非发生政府呀，不是只发生个政府，佛所请真的发生啊，无形无相，无处不变，数穷万变，更没有形象的，更没有所谓得不得，本来意思嘛。盲神佛以前并没感受一丝毫，神修真觉两个法身离体也没正假一丝毫，只是面目上啊，盲神佛以前按照痴心勤强法身，神修真觉按照离垢妙觉法身，还是跟着法身，只是把烦恼叫人出勤强听听。俺们众生也有两个法身，可是俺们众生的法身按照痴心勤强法身，只是有两个痴心本来勤强的法身离体，但老俺们现在的作用啊，完全没办法和体会。现在佛神就真觉就彻底真到两个痴心勤强法身，让办真道呢，把无明烦恼完全消除了，叫就是无明烦恼，远离无明烦恼的叫人得到真道本有的法身离体，所以不是离垢妙觉法身，迷妙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都知觉，所以离垢妙觉法身，神修真觉只是把痴心勤强法身呐、啊，神修离垢妙觉法身还是跟着法身。并没有行得、所以无所得，神修真觉也无所得，按你应当我明白了啊、佛众人神修真觉他即便无所得，因为这个真觉的法身离体本来已是啊，盲神佛本来就有啊，只是你体会不到，神佛了烦恼受尽了完全现象，这就能够真到本有的法身离体，所以说父母未成前的本来面目啊，啊，就是这个。所以菩提树下的实现，那只是途中神的前靠方便，不是只发生离体啊。那么既然是按呢，那神佛以后的说法也是无法可说，必有听法以后可说，有一听孤听的法。该以后我们都当有法破算啦，今无听识之法，现在神佛以后并没有识猜的法的固体，法也是无形无相啊，不是识猜有法的实体何算，讲何说出呀，那么该来做说法的算呢，可见前后祖辈呀、该随机方便无识法呀，由此可以知的，释迦世尊成佛以后，《金刚经》之前所有的法会说法，《金刚经》以后乃至佛音们所有说法会的说法，统统都是随众生的机缘，突发众生的方便，并无实体的法啊，何来得？何来说？无实法何说？也就说明个。众人说法嘛，那只是途中人的前靠方便，并不是法菩萨。此一向要生意变大，两句话点破前面的解释，说明经中的要义。讲的啊，这解释了，一向只是要生意的生意啊，就是体验义，体验义要离体。要离讲了，简单讲，完全要离个生意讲，要离了与别人来讲，就是要真谛跟真理讲，唔系要修地讲，要实修嘅地理讲，当然念人有佛说法，有众生好土，现在完全要生意与别人讲，就是把这个脱离，所以此时起云，此时就是弥勒菩萨。当时无超菩萨请问弥勒菩萨的气胸行八十行气底部有一首气讲，因法非真佛，一非说法者，说法本一起
五十里人上，所以烟花神就是是咁样嚟分。初十八圣人嘅有神有咩嘅烟烟世间嘅化神，唔系真正嘅法神佛，唔系法神离体。法神离体嘅佛无次无种，本来如是啊。所以释迦禅师见到佢哋讲无次中无内外，强烈名为法界啊。所以呀，既然烟花神唔系究竟一个法神成佛，当然也唔系说法嘅人，真正说法究竟法神，将可以显示一个真正嘅法义。可是现在只是利益众生方便啦，讲系说法，佛所说法不逆气，不逆气就是不起错于法，亦不起错于非法，起就是执着。所以不逆气，无说理念上，众人说也是无法可说啊，说法者无法可说。后面经文上就有讲到啊，一个道理啊，一下讲唔完，休息一段时间啦，将来讲后文啊。好，关于解释前面讲到，弥勒菩萨说起啊，说法不逆气呀。无说理念相，因法嘅佛神，三十以上嘅佛神呢，在世间上众人有所说法，谈其所说嘅法不逆气啊，逆气其实执着，就是讲话前面所讲嘅非法，非非法，后面也有继续解释。所以讲，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弃，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不可弃不可说，就是不逆气；非法非非法，说明个不逆气。众人说，他无所谓说，所以无说理念相。众人说法，说亦无说，是理念说相。因为言说就是方便启发这个内涵的道理啊。这是说因为修有真悟，因法之相以修乃有达中以真，故然无有听法。两个意思是会讲以修地来讲，念人是有世间上有释迦牟尼佛出现，有释是救人说法，以修地以现实的实际情况来讲，念人是有，但是呢以真谛的道理讲，体验一地要理讲，修地要思想讲，思想上念人有，但在理上讲是不可得，并无实法可说。说真无真谛的脱离方显示是两个都是一种方便的感法，并不是有实体。所以说真是无，要真谛方面来讲那是无法可说。因法世间的佛像，就是三圣一相的应神佛，以修谛来讲念然是有。所以说以修乃有，释迦牟尼佛两千两年前光显太印度出家修行成佛，说法四十九年，把十三年末拿思想给脱离来讲就是思想拿现象这个实际情况讲，念然是有，是有，不可以拜无啊，拜无就说给团灭见了不可以拜无，修地念然有。他经文上所答复的脱离呢，答中以真，答复个道理以真谛讲，真是真谛，体验一谛，心一谛啊，求一按到体验一谛，心一按到心一谛，简单讲就是要理讲，拿起内涵个道理来说明，并无实法可得，所以答复个道理要真谛讲，故然无有听法，所以讲因此之故。经文上解释讲，没有听说之法，
若真的嘅脱离了这些，莫有天使指望。所以古人有一首其中讲：此穷得脱鸦，终至半泥岩，以是你中间未尝说一事。两一首曲啊，就是平常讲的讲佛说法吧，讲世俗叫人不曾说出一事，没讲到一件事。嗯，然后就是中国禅宗祖师讲的讲中日十方啊，不曾熬出一粒米啊，中日传仪啊，每一层传出一条沙线，那个意思重要啊。意思就是说，从开始寻求真果，此穷得脱呀。此是开始，从开始才声音的出版啊，亚都名山寻求真果得脱该按部开始，此穷得脱呀。家庭讲三十岁，声音的出版得脱啊。总之办泥岩，泥岩哈，就是涅槃的秋叶，涅槃秋叶反作泥岩，泥岩。藏经上啊有方等般若严经，般若严就是般若盘，太般若盘经啊。所以行比较后来也不算行义了啊，后来就拿了一座涅槃。涅槃也很简单，详细按照摩诃般若盘呐，讲从开始寻求真果戒律开始，一直到八十岁涅槃为止，般就是涅槃，涅咩？泥岩就是涅槃。讲从成佛到涅槃的五十年间，头尾五十年，平常讲说法四十九年。于是你中间，你是从开始成佛到涅槃这两种啊，从开始成佛到最后涅槃这个中间，未尝说一事，唔曾讲过一杂事，唔是讲过一杂事。也是在话呀，佛魔做个解释啊，佢唔系说文解释嘛，啊，佢既然唔系说文解释，当然讲嘅都是道理呀，讲嘅道理唔系讲事啊，啊，众人说法四十九年，但是并冇讲多一杂事，啊，家庭呢一讲有，不出杂事，不出心思，啊，他心唔系事，所以所说嘅法若你讲。并无这个现象啊，经文上解释讲何以故啊？无有天法的菩提，无有天法何说？何以故让文讲无有天法何说呢？啊，经文讲以来所说法嘛，皆不可弃，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你要将你过来解释。一个啊，无法可说的道理啊，怎么个意思讲？啊，怎意用？怎是怎么？怎么个意思解释讲？何以无天法可说呀？何以故啊？何以故的意思就是讲，何以无天法可说呀？让文讲无以天的实体的法可说呢？是以为啊，以来所说法，以下的解释的意思是按你讲啊。以来所说之法嘛，无非体于你地，离心言相，故不可弃；离言说相，故不可说。也是这是个经文上所讲的以来所说法嘛，皆不可弃，不可说。佛所说的法，不能在法义上的文字上啊，神去执着啊。也不可以啊，因为讲佛有所说，因为所讲嘅都是要理讲，没有唔系体现呢啲啊。佛所说嘅话，无非体现呢啲，没有唔系要说明呢个体现呢啲嘅真理呀啊。因为两个脱离哈，离心言相，心是呢个凡夫嘅眼力心嘛。第六个意思的眼力心，眼力心是眼力的法义的分别，真正的体验的脱离没用分别，
用眼力行去眼力去分辨，唔正确，会发生错误。所以理行眼相，你去用眼力行去眼力各种个现象，不能用心去眼，所以心欲眼以力盲，心观上而来眼力个境界，力个方面个境界，可是不能本于实力，所以个实力个用心嘛，已经手术啊，心欲眼以力盲，所以不可气，不能气畅，气就是执畅。无识法何不能起造？离眼色相，既然心都不能眼离啊，那可以用眼识说法呢？所以用眼识说法，该现象也无识地可的，所以不可说。啊，你眼闻思啊，不能表达，所以靠用眼以词上。那再想而讲那个脱离啊，无按那个眼识可以表达。啊，心欲言以利盲，口欲言以慈丧。心观想而来言利，言利唔多；心欲言以利盲，口再想而来讲，可是无按你个言辞可以表达，所以口欲言以以慈丧，无按你言辞可以来表达，所以理言说相，言之之故不可说。佛所说的法，统统都不可弃，统统都不可说。所以讲啊，无法相就是佛一法啊，故人佛一法，因为以无法的现象和本意来啊得到来显示，所以讲因为无法相，故人佛一法。所以讲经文解释讲，唔系有说法好得，就悔法啊。而个悔是哈，金刚经嘅悔是真多地方，我看作唔系。我哋平常讲是老悔，是就系悔唔系。但是经文上讲嘅悔法嘅悔呀，唔系讲唔系，冇按你去体会哈。悔法讲唔系法，按你错啦。唔系按你解释，所以简文康所讲嘅悔法，讲唔系有说法，唔系有说法。因为佛说法全靠方便度众生啦，哪有实体呢？无说法，所以讲嘅悔法，嘅悔唔系讲唔系，事实只是一种嘅全靠方便，无实体嘅法，唔看作唔系法。看作唔起法就错误啦，是无实体一个法，无实体何得？所以按到非法啊，既然无法相何得，就显示无实体，就为之非法。他也唔系非法相啊，反倒就嚟讲，你认为完全唔起法也错误，完全唔起法也错误，唔系非法相，所以讲。悔法，该悔法两者是现实唔系法，现实唔系法。讲你啊，又不可以用唔系法来分辨啊，所以讲悔上面嗰只悔啊，上面讲唔好，唔可以用悔法唔系法来做解释，唔可以用唔系法来解释。讲系法也唔对，讲唔系法也唔对。啊，因为众生处处错啊，言辞拎得出，讲有错有讲空错空。你讲黑法即执法，你讲唔黑法即执唔黑法，所以你执唔黑法也唔对啊。所谓佛说法者，无说无是；其听法者，无闻无得是也。一个是个个主解啊。认真回魔见的法，你是吞法出差回魔见，所以回魔见在地方讲啊，个说法呢，有没有按照说法说者无所说，也无所谓开始，无所说也无所是，说的人无所说，谈的人也无所听啊，这无说无是是参在说的人的两篇讲，
其天法者无闻无得，谈法嘅人呢也无所闻，闻而无所闻，得法与无所得，得而无所得啊！按你讲，我都准闻法。超那时菩提呀，在十劫行一天啊，观察八界嘅脱离嘅时间啊，第一次天王散法嘅一段故事，可以做帮助解释啊。释菩提在十劫行一天，讲无相嘅脱离，讲八界嘅准义啊，就嘅观察。现在是无光的时间了，第一次天王啊，是地凡人在空中方散发，散发中央了的啊，释菩提。哎，那么释菩提看到空中散发下来，就问讲：万人族的散发吗？第一次天王就答复讲：矮是地凡人，矮族的散发。啊，释菩提再问讲：散发何为啊？你把法散下来做乜嘅啊？就系中央而释菩提准则。你做乜嘅？供养啊！第四天王讲：我供养你三人说法，讲你千威讲八者，你三人说法。释菩提答复讲：我乃无说，我乃无说，我呀并无说，唔咩有说啊，说而无所说，皆真系无说，皆真系真说。你嘅第四天王唐阿多随时答复讲：啊，我亦无天啊，而身说法说而无说，乃身谈法天而无天啊，乃众人谈啊无所思思啊，唔会接嘅法相，乃众人谈而身说法者，他乃唔会接触嘅法相，所以啊，乃天也定而无天。准则说而无说，第一是天而无天，该就是所谓说法者无说无思，其天法者无闻无得，就是按你的脱离啊。后面经文再进一步解释讲：后所以者何？经文后头讲：所以无得无说啊，不可知不可说，又非法非非法非非法，跟人人脱离何在呢？整文的意思讲。夫无得无说，是无为法。无为法者，法身自离，本无名相，不生眼识。何有三圣显圣差别哉？进一步说明讲，既然是无法无说啊，无说无思，非法非非法。跟样板有限讲话，显身各国有所证的无为法呢？所以整文的意思讲，无得无说，这就是无为法。只有无为的法，真以自心，诸法实体。无为的法嘛，真是无得无说。既然是无为法，无得无说，样板无为法。就也就是法身的离呀，本无名相何得？不生念词，不生思想，怎么个又有三生显身的差别呢？无为法的真理呀，太大平等，人人本体。这怎么个东西？佛法方有讲话，有上文身，有眼角身，有菩萨身，这个三生身显真果的前后实体呈现的差别呢？怎么个会有这个差别相啊？所以在我下面解释讲，一切显身呐、啊，皆以无为法，亦有差别。真道上文身果、人果、身果乃至佛果啊，这三生身果的差别相呢，都是在以那个无为法方啊，有自己所证的呈现是差别，无为并无差别。所以释义云，这是个意思讲，三身显身差别啊，皆以无为无差别法总而有差别。无为的真理本来无差别，诸法离体呀、啊，自性清净的法身呐、啊，本来无差别。可是有上文人、有人觉、有菩萨佛，也个差别上啊，是经过概念呈现差别。唔系无为法有差别，
所以这一误会误茶片不总以误茶片。误会无茶片真以本性无茶片。而茶片在众神真过的时间显身改为有茶片有呈现。一个显身改为有茶片呈现的眼睛从那边呢他们拿一个比方来解释说明那个呈现茶片的眼睛啊所以以三出吐火之意请将三出三种出类吐火的比喻重要像三出吐火的比喻啊何无前程嘛前程才出无违法无茶片以茶片才三生难真之子智啊能证子智有胎色前程之不同所以这么有差别一个比方哈三出吐火啊详细猜这个法法显义啊至少他是解释没有法莲法经的警体啊救损他没有个法法显义行啊有详细说明三种出类过火吧河水中央无前程差别他三种出类中央过河巴过去了他以业水呈现有差别那三种出类呢第一就是象屁孔重重的胎象第二就是马人骑的马第三就是兔诶今年兔年哈鸡毛年毛说兔啊兔诶兔的也会肥水过河象马兔很多三出兔河这三种出类兔河过河吧出类都过去了三种出类都过去但是业水有呈现啊兔的过河吧最前水面上飞过去球啊过去加个脚啊就在水面上球啊过去磨合不但过磨多个水带啦水个中间嘛磨浅浅的球啊过去就可以了啊马兔河有哈沉到诶马尾过河马兔河啊几牙磨多带你的水清沉嘛几牙磨多带也是用脚把水啊球过去啊所以马兔河比兔诶哈沉它牙磨多带磨多带而只有像香兔河啊铺铺踏实香哈像印度啊哈啊像泰国都有那个泰香那泰香过河吧哈这个四只脚给天都踏到河吧带有没有几个眼神哦像个屁孔露出来就做的这个屁孔心肠啊屁孔露在水面上就做的就不会让向到几个福气吧不会让向到几个福气所以香的兔河啊每一脚都会踏到个水带踏到个河巴带佢唔会讲用潮过去一天呼呼踏实哈哈踏到个河巴带过去而且只有个橡皮露出来就做得啊家庭讲嘟嘟橡皮露得出来按你个河巴佢就过得佢就过得所以像马兔三出兔河必防三身兔为必三文三文人真是一个俄罗汉只是团建建十分建分八十八十十分八十一品团体三阶内的神事就了了三阶内的神事了了就好去做吃了饭去改改团建十烦恼团了就不是再搞出神事所以就将突围和过去就好了过去的目的就他了有多水带没多水带那我以为是基本议论那过得就好啊突围过后吧比上文言马比眼高人讲能够不但是坚持会团啊也能团少部分的湿气所以像马的脚有黑沉他仍然没多带不可能多带没多带啊就是半水面上潮过去比人家声音比几分他除了团坚持会很部分除了一部分的湿气所以像马就比一两个人家人啊马兔哈比人家人真比几分相就比喻菩萨比喻菩萨菩萨修行六土万行三地修福慧百劫众生好其爱普普踏实从始至终都究竟
都丢进佛国，所以几个伙伴菩菩萨是都带，也就显示讲行菩萨托啊，菩菩萨是菩菩都带，要把所有的烦恼团尽，连习气也要彻底除尽，所以要团四十二片无明，四十二片无明团尽，才能够成就佛国。菩萨是人，佛国是国啊，所以像三处土豪。河水独中央，不能论河水建成，河八水必无违法，河八水必无违法，必诸法的离体啊，两三生生者都有真的诸法离体，但浅层差别。上文人众人真的是个阿罗汉，但其所证的离最浅，因为其是真的偏真的空离，偏真啊。便宜整地一边的空离啊，连修地离几都没出来啊，也只真偏真空离啊，所以就只有整地啊，那个空间中三观啊，就从空观五逆真整地离啊，所以给最前阳光人虽然讲谈部分习气，他没究竟，所以比那个上文人还离近一些的啊，但是中央突过去了。只有菩萨将有究竟，从初发心行菩萨道，一直到究竟成就真果，普普踏实。所以这个路程要有三态和尚地界，要经过暗藏的时间来修学。但真的空离呀，究竟最彻底，普普踏实，究竟彻底，无违法，并无差别。差别在三生生者能够真身果的智慧。有太少有浅层，太是太深菩萨托最深，少是少深上文人最浅啊。平常简单讲三深啊，佛讲二深，二深三深啊，统统都是啊，要以那个相对的说法讲啊，太深为之菩萨托，如果说少深，那就是包含一个上文言告两种啊，明白一个脱离呢，无违法本来无差别，差别在修正概念呢，自家一个智慧有浅层差别，所以显示有差别。亚吞脱离哈，就这个主角的文字按来分析，大体可以明白啊。金刚经都是讲空的脱离呀，浅层。你要先体会讲，即是说明空呢，先是把这真空的脱离，都是讲空呢。说法有说，也要讲成无所说。那么对于佛法无了解的人，就会讲哎呦矛盾啊，他明明有说，又没无说啊，但是。你要分个真相，你得分清楚。既要真谛论，并无法破算，无实体的法破算，哪有一听的释放呢？所以对于佛法无了解的人，往往会误会讲：佛经哈，前后矛盾哦，在那讲有哦，在那又空哦，空了又有哦，有了又空哦，所以不了解，就是各种的差别相，就是认为个矛盾。实际上，佮唔抵得讲佛说法嘛，是因地说法。看当时唐安人啊，是要用物嘅法来托佢，佢将能够悟念。目的才是唐安人得法受用，得到真法嘅受用啊。所以法无一听，随机应变啊。所以佛说法有随次意义，随他意义，随次他意义。完全随佛的本意所证的真果讲出来的，这就是随次意义，像华严经所讲的，完全是随次意佛所前证的境界完全提出来，那是佛的境界。你用凡尘测圣经，当然你不会了解，你听不讲过多，哎呦那有安尼个事啊，你不提佛果上的境界，所以不读华严经，不地佛境界，那么对于善经浅的人的众人托，他也不会了解，他会承认疑问，敢有样，那敢有，敢有安呢？他就会发生这种疑问，这就是敌人自己的善经浅啊。那个对于真正的过程的法，没办法体会，就是有许多的疑问。家庭你以
站在佛的立场，站在太菩萨的立场来看，这天就没问题。那么以为凡夫的心情来看，以凡情出身见，这天就有什么问题啊？因为凡夫的情见心中所提的都是妄想，都没实体。那么真正佛国的究竟讲悟啊，你这天没办法和体会。秋香讲吧，正在睡梦中的人，你老去讲想象的事情讲再多，他也接受不到，因为他在睡梦中啊。众神就在睡梦中啊，所以梦里面面有六气，国后空空无太前。在参在国后空空无太前的境界上，而老的梦里面面有六气的众神来说讲空空无太前，当然他不能接受，不容易明白。所以佛法吧，难处就在过程的脱离啊，不容易体会。所以把这一行所讲的脱离，金刚经太假托清楚，人人通清楚。他说了解这个意义啊，可是却不容易，能够得到真实了解的就亲手啊。接下去后面有一段经文啊，就是高量显身比较一个世间的有相布施，然后那个无相修行的把这整个样板的差别。所以经文上说明这个用三千太前世界七波布施啊，老数是金刚经所得的利益相差几远，有详细的说明啊。下面是第一次的较量啊，因为啊讲怕修学佛法的人谈到八戒又出空了，出空了就不很修佛，该又发生错误，问题更严重。所以一趟一趟都有那个高量布施的功德啦，来显示这个空有本意的道理啊。根本就把这个第三通的疑问解释清楚，高量现身啊，留下次再讲啊。